你色调超好多、哦，是宛城两个人对吧？你让我的色调。萨瓦迪卡，我是蔡周周，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二天，我们今天的行程是考科还有信无里。我的刚刚我们都没有拍我们的房间，我们走出来的时候因为太狼狈了，东西太多了。我们两个对日本美女 Morning， 现在我们要去前台 check out。 哦，门没关上，哪里的门吗？还是说后面你没关呢、哦、我们现在去吃早餐。其实我们今天这一身也挺搭的。哇、哦、好酷，你看这个美女这样很酷吗？袖子还在外面。哦，酷的。如果说这种搭配，你看我这两节一节长一节，就是你把这个外套取了就很酷。所以不说今天是早餐、哦、那你也可以拍啊、哦、你下床先看你的。你吃早饭。泰国的就是有点特色，就是这个粥泡饭，靠冻就是粥泡饭，是水泡饭，水泡饭，粥泡饭，就是这又不是粥，是介于粥跟饭之间的饭泡水。但是泰国人很喜欢，对，泰国人喜欢吃、嗯、但我们吃就觉得嗯怎么会是这样子，就是汤有点多。要饭又不是饭，是粥它又不是粥，就是这样泰国特色。热情的店员给了我们两个很多水，咖啡、茶、白开水、姜水。对，我要补充一下，咖啡是这位小姐姐泡的。我刚刚没有提到她名字，她不爽了。这风景真美，天真蓝，哇、哦，好美哦！你车在那边。我昨天找了蛮多地方，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小姐姐，于是我们就蹲下来在这里聊了半个小时。会晒伤的，你过来看看，就是我见到的蓝色，就是拍出来的蓝色。哇，你看，我们俩订一张照好吗？那怎么拍呢？好热，没事，好热。去公园，堵在山上，堵一点点啊。你觉得我这次的 vlog 能拍成什么样？完美搞笑的小仙女。哦、大家都说我脸圆，我没有说，你说了。哇，这里感觉很不一样、啊。他们在露营吧？他们是这里，你看，还有喝的，哇，这好酷哦，我好想停哦。他那有咖啡，而且是手磨的那种。你要、啊？哎，去我们目的地。不，这种是连路上的美景，其实都是可以停一下看一下。嗯，啊，这个紫色下巴。哇、哦哦、还有摩托车呢。但是我拍出来拍不出来是那种比较陡的坡，看起来就像平路。算了，对吧？你这样绕，这么多人去一个咖啡馆吗？要在这里排队40分钟才能领到。它景色是很好，但是就是我们遇到高峰期来太多人了。这一家咖啡店呢，是我在泰国去到最高的咖啡店，光听就可以想象那里的风景有多美啦。你是要拍照还是拍什么？我的色调，我的色调跟你的色调差好多，是宛城两个人对吧？你让我的色调。我光是戴墨镜我都看得到，对吧？嗯，我也是，我知道你是白的，我是黄的，我是黄皮，不是，我是黑皮。
咖啡厅下来了，然后前面大堵车，天啊，就是假期，就大家都出来玩，所以就很堵车。我们要去的就是这里，近在咫尺，但是我们卡在这里动不了。开车。出来。是饿了，没有力气了。我是觉得我吃了药，然后有点吃东西。还要进去吗？进啊，他都开到这里来了。这边我找不到停车位。好好看哦，这寺庙是真的美。所以我朋友说一定要来这里看。高了，是很好看嘛，然后颜色也很漂亮，蓝天哎，蓝天还有白的。别挤我嘛。走上去，真美，很雄伟哦。我们现在正在走过去的路上。哎呀，在门口就要脱鞋。这是一座小城佛教寺庙，位于泰国中北部的考科。那距离曼谷北部呢，约400公里，5个小时的车程。在考科呢，旅游景点排名第一，被称为是泰国最美的坐佛寺。都是山，人太多了，我们撤了。我们去想要找地方吃一点东西。你看周周已经被热的全湿了，背后真的很热。周周你热吗？你知道你后面全湿了吗？背，对，差点就湿出一个爱心来。过马路，我白板王子看到我全身这样湿，他应该会更爱你吧。想买彩票哦？彩票不是一般80铢一张吗？对啊，他这里可能在寺庙嘛，寺庙门口会比较贵一点。好彩头，对。吃饱饭，我们撤。走。去洗手间，尿急，又尿急了。你的爱心消失了，你的背消失了。哎、3点多，突然就没阳光了，天好像黑了。Seven 的哪里有？这里呀、啊，很酷的 Seven。是吧？嗯。宝宝用，我们就是爸爸。结账。为什么我老闻到很臭的味道？那种酸菜的味道。怎么觉得像猪屎味？白眼里。不用，你吃吗？嗯，可以。我们的钱袋。又在路上了。我们又从白天玩到了天黑。我们来到一个加油站，然后我们现在去上厕所，然后买点东西吃。酒店好漂亮啊，然后这是今天晚上呢，它很欧式风格的那种感觉。我拍到你了，我就是要拍你，就是要拍你。我也是欧式风的人嘛。我们走元素风。然后这边是洗手间，洗手间就比较小。
但是价格也不贵。然后我们现在在房间外面吃麻辣。我们来的太晚了。你确定不是因为穷吗？干嘛非要把实话说出来？我们两个开玩笑啦，只是想体验一下生活。是不是很可爱？喷粉？怎么可能是穷？搞笑！像这种不缺钱的人。就跟我说钱俗气，我放过来吧，拍一张。我比较大，你要不要撒点水啊？不用，我就这样。你看，我的是这个 size， 这小姐姐是这个 size。我还有这个好吗？人家才90斤，我多少斤？快点，89斤。来着。好啦，好啦，还要灯吗？不用了。你不是要来录吗？不录了，就吃就好了，拜拜。等一下再拍。到了，就是真的。这现在又是什么情况？就是喝水聊天啊。开水聊天吗？对啊。哎呦，从店家那里过来的。搞了一壶热水，然后在那里饮水作乐。你不知道没有热水的地方。中国人就是要喝热水，阿雷个带，热水阿雷个带，不舒服喝热水，肚子疼喝热水。男朋友不需要也可以，只要有热水。你在抠鼻屎吗？没有，在抠鼻屎在里面，鼻屎在里面。我都没好意思拍上来。你不要这样嘛，明天又不用再见面了。就这次绝交，这次旅行之后他就说明年不用再见了。哎呦喂，睡觉了。但是我没有，还有大本行，我是一个好舒服，真的很舒服，很舒服。你像就是有一身是红色的，有一对有红色。玉米，我红薯，红薯来一个，玉米来一个呢。